个人还有个人技和那个个人的那个才艺展示，好不好？展示一下。有一个好像是肺活量特别大的是谁？是老谷，谷嘉诚是吗？你是因为平时讲话讲得少，所以把肺活量都留下来了？都留着，我都把气存在下面，存在下面。哎，他们比较浮躁吗？你知道他能干什么吗？他干嘛？他的那种大的那种，就是那种矿泉水桶压扁的。有一个男嘉宾刚刚跑出去，我以为是那种，比如说那种几升的那种矿泉水，但没想到是桶装水。饮用桶装水，这个要干嘛？我把它吹饱。吹起来吗？吹起来，对。哇，为什么一个少年团要表演这种类似杂技的才艺啊？这个晕倒吧，这个。好，来吧，准备。哇！哇！兄弟们，有没有人不服？谁不服？谁不服？啊！你上，你上。夏之光，你有什么不服的？还有一个，我没有不服。你这样，夏之光，你要不服的话，这有一个。来，我这个。哎，这个比刚才那个还扁嘞。啊，其实我没有不服啊，你没有不服，是被我拉。你试一下，你试一下，试一下，你试一下，证明谷嘉诚真的肺活量很大。哇，哭了，这也太不给哥哥面子了。你简直，哎，谷嘉诚，你话又少，其实这个绝活也一般呐。啊，本来我跟他在台下对好的是他吹不起来，吹不起来，是是是，结果。我跟你说，任何一个团队里都有竞争的。我跟你说是这样的，他是想过吹不起来，他只用了一点气，所以就吹起来了。这个应该是很容易啊，可能是很容易。来，夏之光来一个。哇哇哇哇哇！是有点晕吗？这个。最后有点晕是吗？不是，能再来一次吗？已经很好了，刚才还不好，刚才不满意，因为刚刚地上它太涩了，然后后面的原本是不加的，结果做起来了。来，我来出一个绝活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对，啊，他声音好听哎，让开一点，让开一点，注意安全啊。妙啊妙，队友都说六六六，吓死了！我还说这个舞台真的得小心点，没想到就是一个这个。同事你好，这边请。走。我还能做一个。你可以跟杨迪关在一起。他可以做一个，娜娜他还可以做一个，来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空翻。这可以，这可以，有的，有的，有的。